各位大家好，今天是菩提树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举办的一个佛学的一个交流会，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跟这么多人分享佛教的一些知识，佛教。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文化呢？是我们人类社会能够得到和谐，能够得到和平，能够得到安宁，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文化，那在这个文化交流会上面呢，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佛学的内容，佛学的这个若干的这个内容，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在座的这个各位也可以提问题，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我们可以这样子交流，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佛学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呢？题目叫为什么学佛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以这个题目相作那我们首先去讲为什么要学佛学佛跟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关系？就讲这些那首先我们讲佛是什么？然后讲佛法是什么？最后就是讲为什么要学这样子的法？佛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知道佛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这座的当层次不齐，有些呢已经学佛了，学了很长时间了，修行修得很好学佛也就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有些人呢就是刚刚学佛还不懂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佛法都不懂，层次不齐，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这个知识开始讲，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佛简单的说佛是什么呢？佛是慈悲加智慧。等于就是佛，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慈悲心，加智慧，等于就是佛，佛不是神，佛不是神仙，佛是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佛，不是指的这个佛的身体，不是指的佛的身体，二就是指的佛的内心的智慧。那佛的内心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慈悲心加智慧等于就是佛。这个慈悲心呢是什么样子？叫慈悲心呢？我们世俗人平时讲的这个爱心跟慈悲心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呢，爱心不等于慈悲心，慈悲心也就是不等于爱心，爱心是慈悲心的一部分，爱心就是慈悲心的一部分，慈悲心呢比这个我们世俗人所讲的爱心还要广还要深。这个就是爱，这个就叫这个慈悲心，然后慈悲心加上智慧，
啊，智慧啊不等于那个聪明啊，聪明也就是不等于啊智慧，嗯，啊这样子的智慧和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是啊结合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叫做佛，那这个叫做佛，嗯。啊，这样子的慈悲心和爱心，这样子的慈悲心和这个智慧呢，我们在座的人啊都有，嗯，都有智慧啊，都有这个慈悲心，嗯，但是呢，我们目前的这个慈悲心是什么？啊，目前的慈悲心就是啊一个很普通的这个慈悲心啊，很普通的啊，很普通的这个智慧，嗯，啊，比如说。啊，除了人类以外，动物啊，它也有慈悲心啊，动物也有慈悲心啊，动物啊，它也有智慧，嗯，但是呢，啊，动物的智慧，动物的慈悲心，嗯，是一个很低层的这个啊慈悲心，嗯，啊，通过这个佛教的训练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啊这个慈悲心和智慧。啊，可以升级啊，升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至高无上的啊，让它变成至高无上的慈悲心和至高无上的这个啊智慧。嗯，它已经这个我们人类的慈悲心和智慧已经到达了巅峰的时候啊，这个叫做佛，嗯，这个就是佛。我们经常讲啊，佛教啊，尤其是禅宗里面经常讲啊，佛住在心中，嗯，每个人都是有佛，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佛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层次去理解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啊，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啊，佛啊，不是啊，这个这个啊，佛不是神仙啊，佛是人类的智慧啊，到达最巅峰的啊这个境界，这个就是佛。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成佛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所以也可以叫做可以，所以叫啊佛住在心中，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呢啊，比较深层次的讲，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啊，是我们禅宗里面讲的光明啊，光明，也就是佛心啊。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心啊，佛心是我们的啊这个人的，嗯，今生的真正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嗯。本来的面目，嗯，啊，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啊，善恶啊，还有不善不恶的所有的念头，来自于，啊，来自于佛心，嗯，来自于佛心，所以佛心啊，是我们的善恶啊的这个一切念头的来源啊，这个来源，这个光明呢，啊。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都是这样子，啊，无论是我们证悟的人也好，没有证悟的人也好，我们每个人的心的本心就是啊这个光明，本心就是啊这个佛心，所以啊每个人的心中嗯就是啊有佛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叫做佛，简单的说这个叫做佛啊，不生不灭。证悟了不生不灭啊，就可以见到佛。我们禅宗里面也经常提到啊，藏传佛教里面也经常提到啊，能够见到空心啊，能够见到不生不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佛了啊。这个佛是指的是什么佛呢？嗯，这个佛实际上是我们心中的佛，嗯，心中的佛，嗯，不是说啊，不是说我们。证悟了这个不生不灭的时候，就是看到当年啊2500多年前，
在印度菩提迦叶传法的释迦牟尼佛，我们重新看到，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嗯，就是说，证悟了这个不生不灭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到的什么佛？嗯，就是我们自身具备的佛，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来的面目，啊，就是佛，啊，简单的说，啊，这个叫做佛，啊，释迦牟尼佛啊也好。啊，我们自身的这个心的本性的这个佛啊也好，我们要承认啊，佛不像上帝啊，佛不是万能的，嗯，这个世界啊，包括因果轮回啊，不是佛创造的，嗯，这个世界不是佛创造的啊，我们也不是佛创造的，嗯，因果的这个规律啊，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个不是佛创造的，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但是呢，那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发现者，嗯，它不是创造者，佛就是发现者。谁发现了这个啊因果的规律啊？谁发现了这个啊这个轮回？就是佛发现了啊，并不是佛创造。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佛是发现者啊，并不是创造者啊，佛不是万能的，嗯，佛不是万能的。如果佛是万能的话，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不可能有，嗯，不可能有啊，受苦的众生，嗯，这不可能有的，嗯，佛不是万能的，嗯，但佛给我们的啊带来的是什么呢？佛给我们指点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解脱的道路，啊，佛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啊，佛在我们这个迷茫的这个轮回当中啊，给我们指出一个光明的道路，这个就是佛对我们的啊这个作用帮助。如果这个道路上啊，佛给我们指点一个这么好的道路，如果我自己不走啊，这样子的话，佛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强制性的让我们得解脱，嗯，佛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叫做佛啊，简单的说，这个叫做佛。我归纳一下我刚刚讲的啊这句话啊，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第一个，佛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佛。心的本心就是佛，啊，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啊，升起一个嗔恨心，啊，升起一个贪心，啊，或者是无明欲痴，这个是不是佛呢？这个不是佛啊，这个不是心的本心啊。我们说的是心的本心就是佛，嗯，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啊。心的本心是佛，所以啊，我们部分。这个身份的高低啊，部分这个文化水平的高低啊，部分啊这个弱者强者，部分这个贫穷啊，所有众生都是平等，嗯，什么样的平等呢？所有众生的心的本心啊是光明的，啊是佛心，嗯，啊这就是佛的这个平等，嗯，啊这个叫做佛啊。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佛心啊，但是今天我们呢，我们还没有啊发现啊，或者是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证悟啊，我们还没有证悟，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啊，我的心的本心是光明，嗯，因为我们啊还没有证悟，所以啊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佛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起任何作用了，嗯，不起任何作用。那为什么不起任何作用呢？嗯，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嗯，它虽然是存在的，但是我还没有证悟。啊，比如说啊，有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贫穷的人啊，他家里啊，他的房啊，他住的地下有一个宝藏啊，有一个宝藏。嗯，
但是呢，他还没有发现啊，这个宝藏的存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开发的时候呢，这个宝藏啊，对这个穷人来说啊，不起任何作用，他仍然啊是一个穷人。当他发现啊，在自己的这个地方啊有宝藏，去开发啊，以后呢啊，他再也不是穷人了，他再也不是穷人。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虽然我们的心中有佛，心中有佛，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啊，只是理论上知道心中有佛啊，还没有通过修心，啊，没有开发内在的精神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啊是一个众生啊，是一个啊这个。普通的啊众生，我们不是佛。当我们发现啊，或者是当我们这个证悟啊心的本性的时候呢，从此以后啊，我们不是普通的人，再也不是众生了。从此以后啊，每个人都成佛了，这叫做佛啊，这就是佛啊，我们要这样子去认识这个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们再讲佛法啊是什么？佛法是什么？佛讲的法是什么呢？啊，当然啊，佛法八万四千个法门啊，这么广、这么深、这么深奥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用一句话、两句话来啊这个总结。但是简单的说啊，佛法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出离心，加菩提心，再加啊，真悟空性的智慧，等于是什么啊？等于就是佛的整个法的这个精华，啊，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啊，我重复一遍，出离心啊，加啊菩提心，再加啊真悟空性的智慧啊。等于是什么呢？啊，等于就是佛法，也就是说啊，佛法是什么呢？啊，佛法是啊，我们就是用三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啊，三句话啊，就是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就是菩提心，第三个就是真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啊。这三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整个这个佛的啊。八万四千法门呢，所以呀、宗喀巴大师啊写了啊三主要道啊，三主要道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出离心、菩提心、真悟空性的智慧啊。宗喀巴大师认为啊，佛的这个八万四千的法门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要点，尤其是我们实修的时候啊，真正实修的时候，就需要这三个，这三个为什么啊就是那么重要呢？第一个出离心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出离心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出离心啊？出离心是我们平时啊这个禅宗里面呢经常都讲啊放下啊。经常讲放下，藏传佛教里面也讲啊，放下啊，怎么样去放下呢？我们要放下跟放弃啊，这两个要分清楚了，放弃和放下是不一样的，放弃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对这个世界啊，比如说啊，在人生当中呢啊，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坎坷啊，日子过不下去了啊。然后对这个世界啊绝望了啊啊，这个时候呢啊就生起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厌世性啊，不做了啊啊，这样子这个叫做放弃，那这个是不是放下呢？还不是放下啊啊，我放不下啊。但是呢，因为不成功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我
就啊，所以我只有放弃了，还没有放下啊，放不下，放不下。但是呢，啊，就是只有暂时啊放弃了啊，这个叫做放弃，还不叫这个放下。放下是什么呢？啊，放下是什么？啊，放下就是我们真悟空性啊，证悟空性，深深地体会到一切。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是如幻如梦，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我值得留恋的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我值得这个在乎的。那、啊、深深地体会到了以后呢，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放下，啊，这叫做真正的放下。那我们啊，为什么要放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学佛是为了这个寻求啊心福，心福，那我们要得到心福的话，我们首先啊，心福的对立的东西是什么呢？痛苦，心福和痛苦是对立的，我要得到心福的话，我首先啊要去解决这个痛苦的问题了，那这个痛苦啊，我们。啊，一定要这个认识清楚，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啊，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有些人的事业不成功啊，有些人的这个婚姻感情啊上出了问题啊，有些人就等等等等，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但是这些痛苦呢，可以归纳为两种痛苦，纵观四百轮。啊，中观四百论当中说有两种痛苦。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身体上的这个啊痛苦，啊，比如说啊没有啊这个没有解决啊这个温饱的问题啊啊等等，劳力劳动等等啊，就是身体上的这个痛苦。那第二个问题呢，痛苦就是精神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这两个痛苦呢，每一天啊都折腾啊全人类，第一个痛苦绝大多数都是啊社会底层的人，社会底层的人有什么痛苦呢？主要是有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吃不饱啊，穿不暖，有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生活过不下去，社会高层的人啊。比较高层的人，高层次的人，他没有这种痛苦，他没有这种痛苦，但是呢，他有这个精神上的痛苦，有很多的压力，啊，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有些时候，这些痛苦啊，这精神上的痛苦啊，就是远远超过啊这个身体上的这痛苦。那这两个痛苦呢，每一天都折腾啊全人类。那我们可以说这个痛苦就可以归纳两种这样子的痛苦。那我们要得到幸福的话，首先啊我们要解决这个痛苦啊，因为痛苦和幸福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啊存在，有痛苦就没有幸福，有幸福就没有痛苦，这样子的，是两个对立的啊矛盾的东西，那我们要断除这个痛苦的话，首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啊？首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啊？断除这个痛苦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啊？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啊？各位也要想一想啊，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不同的痛苦啊。共同的痛苦是什么呢？生老病死啊等有八种痛苦，是人类啊共同的痛苦，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你我他以及全人类啊都有这个生老病死等八种共同基本的痛苦，这个叫做人类的基本的痛苦，这个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所有人都要面对这八种痛苦，除了这八种痛苦以外，啊，很多其他的痛苦。那么其他的这些痛苦呢，啊，
它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去想想，来自于什么？很简单啊，来自于执着，来自于执着，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啊，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呢？很简单，比如说，这个手表，如果我非常在乎，我非常在乎这个手表的话，很执着，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说，很执着，都好。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失去了、丢了，我心里就会很痛苦的。如果我对这个表没有这样子的执着没有不在乎丢了无所谓那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可有可没有的话呢，那有一天它丢了我心里不会有痛苦的，不会有痛苦的。再说了譬如说家庭婚姻感情上出问题，如果两个人之间相互很在乎的话很在乎的话那其中一个人就是有跟外面的人有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是很痛苦的这个是不是你们想很痛苦的。如果这两个人之间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在乎不这么在乎的话呢，那其中一个人对于跟其他人有不正当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另外一个人就是无所谓了无所谓，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巨大的这个痛苦他无所谓了。那为什么呢？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做了一件事那为什么只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就是因为执着执着在乎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说，这个叫做执着。我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非常怕失去这东西了，很怕。当我拥有这东西的时候呢没有安全感，总是心里面就是害怕，总有一天我觉得他会离开我的这样子，有总是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痛苦有一天他真正离开的时候呢那这个痛苦就是没有办法表达了，这样子的痛苦这个痛苦就是折腾自己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这个痛苦的来源就是执着了如果同样的人同样一个人我对他没有什么在没有什么感觉，不但没有那么强烈的在乎这样子的话拥有的时候拥有的时候也不那么害怕失去这个东西当这个东西真正失去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大的痛苦了始终都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原因同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执着呀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很强烈的执着导致了我的这个恐惧感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甚至就是痛苦折腾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所有痛苦的根源痛苦是什么来？怎么样来的？是不是上帝创造痛苦是不是上帝创造？也不是那是不是这个痛苦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也不是命中注定。那这个痛苦呢，是不是无因无缘，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也不是它有它的因缘那么它的因缘是什么呢？它的因缘就是这个执着就是这个制造痛苦的最直接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痛苦就是这个执着那我们要离开痛苦的话
啊，要离开痛苦的话，首先不执着，嗯，不执着，也就是啊放下。不执着就是放下啊，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放下是什么呢？就是不执着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啊，放弃跟放下不一样啊，放弃它有执着。有执着啊，在乎这些东西了，嗯，但是呢，我得不到，嗯，在乎，再在乎啊，再怎么，再执着也就得不到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暂时啊就放弃了，这就是放弃，嗯，放下呢啊，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值得啊留恋的，嗯，所以呢。我心里面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执着啊，没有执着以后呢，也没有痛苦了啊，这样子，嗯，那我们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这个啊放下？怎么样去放下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这个根基非常非常成熟的人呢。放下他怎么样放下？说放下就放下啊，顿悟了啊，顿悟了，顿悟的瞬间啊，就明白了这个人啊，明白了这个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真相，嗯，啊，立即就是瞬间啊就放下了，嗯，但是我们啊，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这个，但是我们呢、啊？这样子放下是不可能了啊。那我们怎么样放下呢？首先，去培养啊出离心啊。当我们出离心培养了以后呢，啊是什么呢？出离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出离心的结果是我们不要啊过度的去啊贪着啊这世间的东西啊。啊，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啊，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要去这个在乎，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啊在乎这些啊人世间的啊这些时间的东西啊，不能过度的去在乎啊。然后这个出离心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要放下什么？菩提心就是要放下自私啊。放下自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自私的，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自私的，啊，我们啊虽然是这个学啊大乘的佛法啊，虽然是学大乘佛法啊，经常念啊大乘的佛经，嗯，但是呢，真正啊这个自私心呢，我们的自私心呢、还是啊没有放下，嗯，这个为什么没有放下呢？因为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啊很自私啊。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啊，就是在一条船上，嗯，船啊超载了啊，船超载了，其中一个人呢啊，一定要跳下去。啊，一定要跳下去。十个人一样，大家都不会游泳，都不会游泳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啊，愿不愿意啊，我主动的跳下去呢？啊，不会的啊。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选择呢？我希望我留在这个船上啊，我希望其他另外一个人去跳，另外一个人跳下去。嗯，这个为什么？这个就是啊，有。没有菩提心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很自私，啊，菩提心是让我们放下自私，啊，菩提心就是让我们放下自私，嗯。当我们生起了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自私心也就放下了。当我们出离心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啊，对这个世间的啊，世间的，比如说世间的名利。啊，等等，啊，啊，物质、金钱、名义、地位，啊，等等，嗯，知道了他的这个本体，啊，知道了他的本来的面目，啊，非常的了解了，
啊。那知道了以后呢，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啊，体会到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很羡慕的东西啊，没有一个值得啊很在乎的东西，这样以后就啊放下了。但是啊，我们要这个要注意一件事啊，什么事呢？我们是不是修了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啊，因为放下这些世间的法，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工作啊？从此以后就是不发展自己的事业啊？是不是呢？啊，这不是，这就是两回事啊！啊，工作、上班、发展自己的事业，不是为了解脱啊，是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存。是为了生存啊，全家人的生存啊，或者是啊几百个员工或者是几千个员工的这个生存，就是为了这个生存啊。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啊还是也要生存，所以还是要一样的工作啊。工作跟我们的修心呢不要有冲突，这是很重要了，不能有冲突。出离心啊，如果我们的出离心是放弃的话啊，不是放下，是放弃的话，那就是工作啊跟出离心就是有很大的冲突了。你看，因为要放弃啊啊，如果佛要求我们放弃这一切的话呢，啊，那就我们没有办法修出离心的同时啊去上班工作挣钱啊，没有办法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啊，没有要求我们放弃，就是要求我们放下，所以这就不一样啊。这本来就是两条路，放弃是什么呢？放弃就是放下是什么呢？放下就是走解脱路，啊，走解脱路。工作是什么？工作虽然是啊这个时间法，但是呢，这是为了生存啊，不是为了这个解脱不解脱，所以这两个是啊不矛盾的。不能矛盾，这个不能发生冲突，啊，这是啊，这个叫做这个出离心啊，出离心、菩提心，这两个培养好了以后呢，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啊，最后一个是真无空心，真无空心，最后一个就是真无空心了。真无空心的时候呢，啊，我们真无空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概念？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当然不是了。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一定会看得到，啊，这个世界，啊，一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存在，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存在，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存在是不一样的，啊，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啊，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是什么样？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呢？啊，我们啊，先不说唯心、唯物等等的啊，这个世界它是存在的啊。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的存在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啊有执着，所以我们对它有执着，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有执着，所以我们呢希望拥有，希望拥有，啊，那我这样子以后就是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啊痛苦啊，啊这样子的。当我们证悟的时候呢，啊，当我们证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如幻如梦的，虽然是存在啊，但是呢，它存在的形式是什么样子啊？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像我们，就像我们梦里面呢，做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梦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做梦的时候啊，对做梦的对正在做梦的人来说是很实在的啊。但是呢，啊，它不是啊，它不存在，但是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啊，感觉不到它是虚幻的，这是第二天啊，我们醒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啊，昨天
我就是在做梦的时候看到的一切啊，原来啊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啊，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做梦的时候呢，啊，我们还感觉不到，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虽然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梦里面的啊事情，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醒过来了以后呢，一看啊，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这个不是醒过来的时候不存在，这个本身做梦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啊，这个时间，今天我们的时间也是一个这样子，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啊，那这个叫做佛教的这个真无空性啊，这叫做真无空性。真无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当我们真无空性的瞬间啊，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些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没有这种执着啊，没有啊，不在乎啊，不在乎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些东西都不在乎的话呢，那我们会不会去利益众生啊？啊，那我们终身父母家人我们也不在乎了啊，那不在乎的话，我会不会啊不去利益众生呢？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菩提心啊，需要菩提心的帮助。有菩提心的话啊，有菩提心的话，这个慈悲心啊已经有了，有非常好的慈悲心。那有了慈悲心以后呢，我虽然是我证悟了啊，比如说我们证悟的话，虽然是我证悟了啊，我自己啊没有这样子的痛苦，但是呢啊，众生啊还在这个还在这个六转轮回当中啊，众生啊都有痛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慈悲心啊还是有的啊，还是有慈悲心啊，这个时候还是不会放弃众生。这个时候不但不会放弃众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利益众生啊，更好的去利益众生。为什么说更好的利益众生？比如说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发菩提心，我们希望我能够啊对一切众生啊服务啊，我希望对所有众生能够，我能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是我们的发心啊，学大乘佛法的人的发心。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自私心，有自私心呢，还是有自私心。实际上，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啊做不到。这个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自私心，自私心还没有完全放下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真无空性的时候啊，真正的这个真无空性的时候呢？自私心呢也已经放弃，已经放下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自私心啊，真无空性了。这个时候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利益众生，一定能够这个更好的去利益众生。这是最后的一个啊。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处理心啊，第二个就是菩提心，第三个就是空心啊。那我们要放下，放下的话，我们就是要精一，我们一定要走这个啊，走这条路，这是一个程序啊，这个是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才能够放得下啊，普通人才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刚才说的啊，佛法是什么呢？啊，佛法就是出离心加菩提心再加空心，等于就是佛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出离心，有菩提心，证悟空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人啊可以成佛，一个普通的人也能够成佛，能够完成啊我们一个学大乘修行人的心愿啊。出离心跟菩提心呢、啊、还有这个证悟空心，这三个呢能够让我们啊这个实现啊这个心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佛法啊，佛法就是这三个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居士啊也在修心啊，修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重视啊，必须要重视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些基础的修法啊。
这个一定要重视。没有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修法，我们要去证悟空心，这个是很难了，这个几乎就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啊，这是很重要了。今天这个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什么是佛啊，第二个什么是法啊，什么是法。简单的说，什么是法啊，佛法就是这个。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啊，第三个就是讲啊，为什么要学法啊，为什么要学佛。第三个就是为什么要学佛啊，就讲这个啊。那为什么要学佛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心愿啊，每个人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心路历程啊也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动机啊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啊，有所不同。但是呢，总的来说啊，是有一个共通的目标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追求幸福啊，追求幸福。学佛也是追求幸福。也可以这样子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啊，在这个人世界啊，生存的真正的这个啊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啊，比如说啊，就是啊，能够活到啊70岁、80岁，甚至100岁啊，那这个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生存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啊，追求幸福，可以这么说，追求幸福。啊，西方哲学里面也讲人的这个生存的意义就是追求幸福。我们佛教也是这么认为，人的生存就是追求幸福，就是追求幸福。那这个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什么？在哲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观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幸福是什么？没有一个共通的观点。最近有一本书啊，这个书里面就有全球一流的这个心理学家呀等等等等的这些专家学者，有135位专家学者去讨论啊这个幸福啊，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共通的观点啊，到底啊什么是幸福呢？没有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共通的这个观点。那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它这个幸福它就分两种不同的层次啊，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相对的幸福。相对的幸福，一个是绝对的幸福啊，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相对的幸福是什么呢？相对的幸福是我们世俗人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幸福啊，是啊这个相对的幸福。绝对的幸福是什么呢？绝对的幸福就是超越啊我们普通人说，我们普通人这个说的痛苦、快乐啊等等，超过这一切啊，超越了这一切的这个啊境界啊，是绝对的这个幸福。这个境界当中啊，它实际上不存在啊什么快幸福不幸福、痛苦不痛苦，不存在的。但是呢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幸福。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痛苦啊，我们不能这种境界啊，我们不能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但是我们可以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啊，因为幸福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幸福。当我们到达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才有
啊，才拥有绝对的幸福啊，绝对的自由。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呢，啊，我们只有相对的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呢？啊，不是让其他外面的东西不让我们获得自由，就是我自己的内心呢，啊，我心里面就有贪心，啊，有嗔恨心，啊，有嫉妒，有傲慢，啊，有各种各样的很肮脏的这些东西啊，充满了啊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呢啊就不能让我很自由自在，所以我们啊还没有证悟之前呢啊只有相对的这个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所以只有相对的幸福啊，没有绝对的幸福啊，就是这两个幸福啊，佛教里面就讲这两个幸福。那这两个幸福呢，我们只是两个追求，这两个幸福是我们的生存的这个目标啊，生存的目标。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啊，普通的人来说，解脱绝对的自由啊，他们不追求，追求什么呢？就是追求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幸福。绝大多数的人去追求这个幸福啊，那这个幸福也好啊，这个绝对的这个幸福也罢啊，怎么样去追求这个幸福呢？追求这个幸福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渠道，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的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啊。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是啊，我们普通人啊，我们凡夫俗子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公认的观点，共同的观点是什么啊？我们认为啊，拥有更多的这个物质生活啊，拥有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话啊，那我觉得我会幸福的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这样子想啊，拥有更多的啊，拥有啊，要什么有什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啊会得到幸福啊，本来就是这样子想啊，尤其是受到了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后呢啊，绝大多数这种观念呢啊，这种观念呢就更强，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呢，很多人都是提倡啊，去外面从物质生活当中去追求啊，寻找幸福，那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很多人啊，就这种想法呀啊，就更坚定了。本来就是所有的凡夫人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后来啊就这个强化了这种想法，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啊？能不能得到这个物质啊？金钱啊，到底能不能得到啊？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呢？啊，能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呢？我们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啊，能够带来幸福。能够带来幸福的，是共通的观点，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啊。因为我们不了解啊，当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啊很贫穷的时候，他的想法跟他富裕的时候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一个人他对这个贫穷的时候对这个金钱的观点啊，和他富裕时候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对这个金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是怎么样认为呢？我们认为啊，有一天啊，我发财了，有一天我发财，要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话啊，那我就获得了真正的这个幸福啊，我没有理由啊，这个时候我还是不幸福，我没有理由，这个时候我绝对会幸福的啊。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子认为，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是这样子认为啊。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对金钱啊不了解啊，
我们从来一生当中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要有多少就有多少，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金钱的这个观点是这样子，因为不了解，所以有过高的有过度的期望这样子。那这个人呢总有一天他发财了，真正的有香有多少就有多少他发财发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对金钱的这种看法呀观点呢，那个时候就有所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他原来认为这个金钱呢会给他带来幸福的但是呢我现在他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当然了我们没有钱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但是这个温饱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是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是不是这样子呢就不是这样子了。这个时候呢，有钱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出来了而且这些问题呢，钱金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这个时候需要什么？这些问题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呢？是不是用科学？是不是用哲学来解决？不是，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但是呢，除了物质生活以外，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西方哲学。没有办法解决心理学它暂时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是呢我们解决不了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比如说不能精神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呢2003年的时候光明日报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中国每年有二十万人以自杀的形式结束生命，也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自杀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什么呢？80%都是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抑郁症的患者专家介绍了专家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抑郁症呢就是因为社会的竞争随着这个社会的竞争加剧生活高度的这个压力在这种状况下精神就是这个出问题了专家说像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就是像流行感冒一样的普遍了。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随着这个竞争的加剧生活压力等等就导致了这个精神上的问题。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导致了什么呢？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就80%就去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去自杀每年20万人这个数字就是很恐怖的不能忽略这个精神上的问题那精神上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解决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佛法去解决绝大多数的精神上的这个问题是金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金钱没有办法解决再有钱也没有办法解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追求幸福呢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啊，另外一种方法，啊，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专家，就提供了一个厨房啊，这个叫做快乐厨房，啊，快乐的厨房。专家说啊，每个人啊，每天都要开心啊，要高兴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了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话，当然不可能去自杀了，嗯，当然不可能去自杀了。每个人都是每天都是开心的话，他没有理由去自杀，嗯。但是呢，怎么样去每天都开心呢？嗯，啊，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具体的方法啊，我是要每天都要开心啊，但是我怎么样去每天都开心啊？我凭什么去每天都开心？开心的方法是什么？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啊需要相通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啊，现代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放松，甚至是放下啊，因为没有放下，没有放松，嗯。高度紧张导致了这个啊精神上的这个这么多的问题啊，精神上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后呢啊，导致了他的生命的结束，嗯，所以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金钱能不能啊带来幸福呢？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啊金钱完全不能带来这个幸福。我们啊不排除金钱啊对人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感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金钱呢，它不是万能的，嗯，有些问题呢金钱是没有办法解决了，嗯。那越有钱是不是越幸福呢？也不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超级大国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到这个21世纪，他的这个每一个人的收入啊，就是翻了三番。但是呢，他的这个幸福感啊，不但是没有这个啊上升，而且啊，原来60年代的时候就自称觉得很幸福的这种人，啊，原来是40%，啊，然后就是下降到这个30%，收入就是啊，从6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个50多年当中呢，翻了三番啊，就是就前几年以前啊，翻了三番。啊，收入这个就是翻了三番，但是呢，幸福感就是往下降，啊，这个是为什么？嗯，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啊，心理学家啊，研究了半个世纪以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啊，金钱啊跟幸福啊这两个啊，有在某种层次上面呢。它就是有一定的关系，超越了这个界限以后呢，啊，金钱跟我们的这个幸福是没有关系的，嗯，超越了这个以后呢，是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呢？不是，啊，不是，他们的收入就是翻了三番，但是呢，幸福感就是往下降，啊，这就是充分的说明，这个金钱呢，啊，不能让我们啊，不能给我们带来啊这个所有的幸福，它只能带来一部分的幸福啊。这个一部分的幸福，也就是说，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解决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钱啊，不是以前所想象的那么重要了。不那么重要，这个时候是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啊，精神上的这个放松啊，宁静
啊，心腹，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些。那这些来自于什么呢？这些不是来自于金钱，这是有数据的，啊，有数据，这个数据能够，这是科学研究的数据啊，它能够充分的说明啊这个问题。那释迦牟尼佛呢，早在2500多年就讲了，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今天啊，就是21世纪的时候呢，啊，有科学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数据，数据说明了，印证了这个问题。嗯，原来佛说的时候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相信，啊，很多人觉得如果有钱啊，要有多少有多少的话，没有了啊，没有理由不幸福，一定会幸福的。嗯，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子了啊，真正不是这样子，就是像啊佛说的那样子。所以美国有一个杂志啊，叫做这个《新闻周刊》。嗯，《新闻周刊》这个杂志里面就提一个问题啊，说什么呢？金钱和幸福啊，我们到底哪一个最更重要？啊，我们怎么回答？这个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啊，我们怎么样去回答？我们也许说啊，金钱和幸福这两个啊，哪个重要？这种问题的这种方法是很愚蠢的。有金钱就是有幸福了，这两个是一回事，啊，不是这样。这个回答肯定是错了，啊，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要金钱还是要幸福？嗯，两个不可能平啊，两个不可能同时得。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还是要的考虑啊。现在就是，所以就是很多现代的人啊，就是啊，察觉到了原来啊，金钱啊不能啊让我们啊很幸福，嗯，只能帮我们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重新去思考啊，重新去思考，那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剩下来的问题，啊，用什么东西去解决呢？需不需要去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啊，每年20万的这个自杀的人当中，80%，啊，都是因为精神上出了问题就导致的。精神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嗯。是很严重的问题，嗯，那精神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呢？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啊，需要放松，啊，需要放下。怎么样去？这个谁都会说了，啊，放松了，放下了，那就会不会去自杀呢？当然不会自杀了，啊，谁都知道，啊，但是怎么样去放下，啊，怎么样去放松，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那这个答案啊，我们啊到什么地方去找？嗯，科学会不会提供这个答案？不会，啊，不会。所以就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啊，爱因斯坦，他就是说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什么呢？啊，没有宗教的科学就是瘸子，啊，没有宗教，没有科学的宗教就是瞎子。爱因斯坦晚年的著作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很出名，你们在座的很多人也知道，啊，说得非常好，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啊，科学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非常好了，我们的生活解决了，啊，那剩下来的我们精神上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虽然是有啊，虽然是发财了，有钱啊，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仍然有痛苦，啊，这痛苦不解决的话，还是痛苦了啊。这个痛苦呢，有可能比以前没有钱的时候的痛苦更严重，嗯，那怎么样解决呢？啊，这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了，另外一种方法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寻找这个答案啊？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啊，
就是在佛教里面，所以我们现代科学跟佛教结合，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称为啊，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这个叫做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既有科学头脑，又有这个佛学的知识，啊，这两个可以结合，啊，用科学啊解决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物质生活上的问题，用佛法啊就解决我们很多精神上的问题了。这样子以后呢，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啊，就可以说啊，可以说都能够得到相对的这个幸福啊，相对的幸福。但是呢，绝对的幸福呢，啊，还是在这个之上啊，绝对的幸福就是幸福就是在这个之上啊。怎么样去找啊？那就是要修心啊，通过漫长的训练，行力的训练，用我们佛法的语言来说的话，这个叫做修心，啊，修心，通过这个修心就可以解决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能够得到啊这个绝对的这个幸福。但是呢，没有得到绝对的幸福之前啊，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啊，就是相对的幸福啊。这个幸福，金钱，光是靠金钱的确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的确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刚刚我们说的，像美国社会啊，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到现在啊，它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啊，物质刚才我们说了翻了三番了啊，但是它的离婚率啊已经翻了两番啊，离婚率啊翻了两番，青少年自杀率翻了三番啊，犯罪率就是翻了四番啊，监狱里面的人数就是增长了五倍啊。那这样子的社会啊，为什么啊有富裕了，为什么不解决这些问题呢？啊，这些问题能不能需不需要解决啊？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人会不会幸福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幸福的啊，当然我们都会说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啊。那怎么样解决？钱解决不了啊，科学技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那是什么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啊道德问题啊，道德问题啊，精神上的一些这个啊。那我们要去重建道德，怎么样去建啊？说建就能够建得起来？不是啊，这个也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能够说服现代人的啊理论啊，才能够建得起来。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啊，说有这么说服力的这个啊，这个回答，就是只有在佛法里面才有。基督教啊，除了佛教以外，基本上世界各大宗教都承认啊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上帝啊制造这个世界，上帝制造世界啊，上帝只要上帝高兴，相信上帝的人啊都可以啊升天啊天堂啊，不相信的啊就是去躲地狱这样啊。那这种说法，如果你信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没问题了，你信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不信的话，怎么样去证明呢？啊，我怎么样去？你怎么样跟我证明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为什么说不相信上帝就要堕地狱？怎么样去证明呢？这就没有办法证明了啊。所以啊，这就不像佛教了，不像佛教。那我们佛教里面讲的都不是这样子，刚刚我们讲的那样子啊，我们不认为释迦牟尼佛创造世界。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万能的，啊，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人类的这个痛苦幸福的创造者，啊，都不是，但是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
解决的方法啊，就是佛早在2500多年前已经给我们啊提供了啊。那这个是一个理论，这个要去实践啊，要自己去实践。如果自己不实践，那还是啊，还是一个理论而已。这些问题解决需要解决的话，那就是需要修心啊，没有修心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为什么要学佛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我他啊，以及所有就是以及全人类全生命，唯一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啊，就是追求幸福。但是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啊，就是有不一样啊。有些追求幸福的方法只能得到啊部分的这个幸福啊，因为这个方法啊不完善啊不全面啊，所以就得不到幸福。有些方法呢能够得到暂时的幸福啊，暂时的幸福，但是他得不到这个永久的幸福或者是绝对的幸福。这样子的话，我们啊就是在佛教里面才能够找到这些答案啊。佛教里面的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世界观也好啊，任何一个观点，比如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任何一个观点上面啊，都要讲逻辑、讲科学。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要学呢？啊，每一个问题上面都有这个啊，都有这个讲这个理由啊，不是佛说了就算，不是佛说了算啊，那样子我们要这个要寻找一个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说啊，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啊我们的痛苦。这样子才是啊，才是我值得我们学习啊，这样子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的这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是啊，这个幸福呢，我们刚刚讲了，幸福有两种，暂时的幸福、永久的幸福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啊，我们普通人就只考虑自己的啊问题啊，我自己只想啊，只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啊，其他人的痛苦我不考虑。小乘佛教也是这样子啊，小乘佛教啊。大乘和小乘这个差别啊，就是在哪里呢？主要就是他的这个发心啊。小乘佛教啊，他只解决个人的问题啊，我其他人的人问题我不解决，我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我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要了脱我自己的生死啊，我自己解脱啊，就一切就啊一切就可以了啊，就其他我都不去考虑。那大乘佛法就不是这样子啊。大乘佛法呢，大乘佛法就是要啊，要这个啊，大乘佛法它是第一个考虑我自己的幸福，第二个我更考虑啊所有众生的啊这个幸福，我要得到快幸福啊，所有众生也要得到这个幸福啊，我不能这么自私啊，我只顾自己啊，不去考虑其他众生啊，不能这样子啊，我也要得到啊幸福，同样的所有众生也要得到幸福，所以我要去考虑啊所有众生的这个幸福。这样子以后呢，他不但是追求至高无上绝对的这个幸福，而且他这个幸福就是不是为了个人，就是为了所有人不是不仅仅是人类啊，就是为了所有众生的这个幸福而奋斗，所以啊，我们普通人啊，有些世俗人对佛教有一种有一种误解啊，很多人觉得佛教很消极，佛教很消极啊。
但是佛教的确不消极，佛教是非常积极的啊，佛教有追求啊，有自己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啊是很崇高的理想啊，是很伟大的理想。为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呢，所有的凡夫人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忙碌呢？就是为了我自己的这一生，其他的不考虑。那大乘佛法啊，它不是一个人，它不是考虑一个人的幸福，它是为了全人类啊，全生命，为了全生命的解脱而奋斗，所以它是非常的积极，它一点都没有消极，非常积极，这是个叫做这个啊，这叫做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啊，这个追求幸福，我们可以分三种啊不同的层次啊。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是这个佛教里面这个叫做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就是汉传佛教里面，就像一些虚云老和尚啊等等啊，一些很有威望的这个高僧大德啊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啊，就是人天福报啊。人间佛教不一定完全是这个人天啊，人天福报啊，但是人天福报啊，就是有点像这个人间福报啊。他也是在追求幸福，他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呢？他没有追求这个至高无上的解脱啊，他只是追求。这个人世间的幸福，但是呢，它跟我们不一样啊，是什么不一样在哪里呢？不同点是什么呢？我们普通人啊，只追求我这一生的幸福啊，我这一生的幸福，那这个人天福报就是不是这样子，我这一生啊，我为了我这一生的这个奋斗啊，我这一生的奋斗去追求什么？追求。生生世世的这个幸福，这个就是像我们买保险一样，像我们买养老保险啊，现在还没有老啊，但是呢，我现在去挣钱啊，去买这个保险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啊，我老的时候就我的生，为了我的生活有保障啊，所以我去买这个养老保险。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人天福报呢，它是为了。他现在还没有死啊，他还没有这个投生，但是呢，他是为了下一世或者是生生世世的幸福，为了生生世世的幸福啊，他就会去他会去牺牲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啊买养老保险啊，也得要首先要去这个钱，我今天的挣来的钱啊一部分。我还是要去买这个保险，我这个不能今天用啊，不能今天用啊，我舍不得去用花这个钱啊，我要去买这个保险啊，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以后的这个啊有所准备啊，做准备。同样的，人天福报就是这样子啊，下一世为了我不堕啊畜生道，为了我不堕这个地狱道啊，我能够再次的。做人或者是天人啊，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啊多积善啊，多积善啊，积善啊，做善事啊，这个就是他也是一种追求幸福啊，但是呢，他追求的幸福啊，没有不是解脱啊，不是成佛，都不是啊，就是这个人世间啊世间的幸福，但是他的幸福跟我们普通人。不学佛的这个幸福呢，还要更这个面更广一些啊。我们普通人就只顾这一生啊，不去考虑以后的事情了啊。他就是不仅是这一世，他就是要考虑生生世世的幸福啊，所以他要去付出啊。为了生生世世的幸福，他要去付出啊。这个就是人天啊，人天道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小乘佛教第二个是小乘佛教。那小乘佛教它是不追求不追求这个人世间的这些
人世间的这些行父啊，他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追求的是解脱啊，解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至高无上的啊行福，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这个行福。像我们现在啊，我们心里面的自私啊、傲慢啊、嫉妒啊、贪心、嗔恨心、愚痴啊，这些东西呢，他从他的心里面呢，已经啊干出去了啊，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自己呀、啊，得到了这个自胜，就是得到了这个自由自在啊。但是呢，他这是一个人得到解脱了，一个人就是自由自在。但是其他人的解脱啊，他没有去考虑，这所以他就是消沉佛教，他也是在追求幸福啊，也是在追求幸福。但他的追求幸福，他的幸福跟我们普通人的幸福啊有所差别，嗯。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大乘佛教了啊，大乘佛教也在追求幸福，他也在追求幸福啊，他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呢？啊，他追求的幸福就是真正的这个最高的境界，我们刚刚啊讲的这个佛的境界，我们刚刚说啊，慈悲行价啊，这个智慧等于是在追求这个啊，他没有追求。啊，他没有追求天堂，嗯，他没有追求神仙，他没有追求神仙的国位，那、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人类的啊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至高无上的爱心。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来说，至高无上的爱心；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慈悲心。他就是在追求这个，嗯。他不但是为了个人追求这个啊追求这个幸福，而且他也就是为了所有人啊，为了整个生命，为了整个生命的幸福，为了整个生命的这个自由啊奋斗，嗯，这个就是这个大乘佛法，那、这叫做大乘佛法。所以这三个啊层次。人天佛宝，人天城，消沉佛教，大乘佛教，都不同的有不同的追求，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佛教啊，就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一个超市一样，啊，一个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都有，啊，你可以任意去选，啊，佛法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暂时啊，不想得到这个解脱啊，我不愿意成佛啊，我也不愿意这个啊成阿罗汉，不需要，我就需要这个人天的啊福报啊，那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学人天佛报啊，人天佛报是什么呢？你就是不要去啊，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啊，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这四个。啊，是最起码的要求了，最低限啊，任何一个佛教徒啊，就这个啊，不杀不盗啊，不妄语啊，不淫啊，就在这个基础上啊，在这个基础上就多做善事啊，多做善事啊，啊，尽量的去做对社会啊，对人类啊，对生命。啊，有意义的事，去爱心奉献啊，这个就是啊人天福报啊。我这一生当中我也过得好，我下一世啊也有保障啊，也有保障，这就是人天福报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这样子追求啊？这是一个。但是有些人啊，有更高的这个啊更高的理想，这是什么呢？啊，我虽然是觉得这个啊，这个人天的福报好，但是呢，它毕竟啊，它毕竟就是暂时的、相对的啊，它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不追求啊，我要追求啊，比人天福报还高一层的这个幸福啊。这个幸福是什么？这个幸福就是解脱啊。解脱是什么？解脱
不是啊，解脱不是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脱戒这个社会啊，脱离这个社会，不是这样子了啊。嗯，尤其是大乘佛法不是这样子。嗯，解脱就是我自己的心里面呢，心里面呢啊，没有嗔恨心啊，没有贪心啊，没有自私心啊，贪嗔痴傲慢啊，我这些都放啊，这些都已经断除了，自由自在了啊，这个就是解脱。但是我人啊，还是在这个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嗯，我还是要生活，还是要生存，嗯，但是从此以后，我生存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嗯，生存的方式也就是不一样啊，这就是第二啊。第三，那有些人就是有慈悲心的人呢，他对所有众生啊都有慈悲心啊，那所有的众生啊，都每个人都想啊自己幸福啊，这个所有生命当中呢，没有一个生命是啊愿意接受痛苦的，都不愿意接受痛苦，都希望自己有幸福，嗯嗯。那所以我就是不能为了我的幸福啊，给其他生命带来啊很残酷的痛苦啊，我不应该啊，这是不对的啊啊，这是不对的，这是没有理由，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不能这样子啊啊，不伤害众生，不但是不伤害众生，反而我去啊，我需要幸福啊，所有人也需要幸福啊，所有的生命也是需要幸福，所有的众生都是跟我一样的，他们我就是就像我啊，希望拥有幸福，不要有痛苦啊，所有人也在这样子，所有人也是这样子想啊，每一个人，全世界65亿人，每一个人都在想啊，我拥有，希望我拥有幸福啊，希望我不要有痛苦，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想啊。那这样子的话，我没有理由啊，我一个人去解脱啊，我还是要去帮助所有众生，嗯，这就是大乘佛法的啊，大乘佛法的这个发心。那大乘佛法的这个发心是好啊，很伟大，很光荣的，嗯，啊，我们对全人类、对全世界的人类，或者对全生命啊，为全生命啊，为全人类啊，付出。啊，奉献，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光荣的啊，当然是一个很光荣的工作了啊。但这个最终能不能做得到啊？啊，能实现吗？嗯，这个心愿啊，到底能不能实现？嗯，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如果我不能实现的话，我发心发得好啊，但是呢，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啊。那就是最后就没有任何结果的话啊，那值不值得了啊，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嗯，那能不能实现呢？这个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只要能够修心的话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贪嗔痴啊，是不是心的本心？它不是心的本心，嗯啊，它是偶然的，它是偶然的，它不是心的本心。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永远啊都是纯洁的，永远都是光明的，嗯，那贪嗔痴烦恼它是偶然的机会啊产生出来，它是突然性的啊，所以我们有办法啊，有办法啊断除啊，断除这个烦恼啊，只要一断除这个烦恼以后呢，佛的这个功德啊，就是在我们不需要重新去寻找佛的这个功德，佛的功德，佛的所有的功德啊，都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叫做佛心啊，这个叫做佛心，嗯啊，这个就是给人很大的鼓励呀 啊给人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心的本心啊，就是心的本心，今生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内心都啊都不是很了解啊，其实我们的今生是可以开发的，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多的功能啊，很多很多的功能啊，这功能是什么呢？最重的功能就是佛。
佛的这个功德啊，这个一静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只要把我们的这些烦恼啊烦恼断除了以后呢，佛的这个功德它自然而然会显现，这个时候我们成佛了啊，成佛了。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不是我们认为啊，佛是这个人天至尊，是很光荣的啊，是很一个幸福的人啊，不受任何这个外界的影响啊，没有痛苦啊，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所以我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发心从根本上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啊，这样子有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啊，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就是说我认为佛啊是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也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不是很自私啊？发心从根本上就错了啊。那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认为我为什么要成佛呢？我就是更好，为了更好的去帮助服务全人类、全世界啊，全人类、全生命啊，为了更好的去帮助，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所以我要成佛啊啊！为什么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全人类的，为什么要成佛呢？因为我成佛的话啊，我才有这个啊能力啊。今天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就是有一颗这样的心啊，心愿。但是呢，我一无所有，这个我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要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我能够啊，能够这个实现啊我的这个心愿。从此以后，我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啊，无量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的最后啊，我们成佛的这个结啊，成佛以后的这个啊，这个结果啊是什么？就是这个啊，就是为了帮助众生。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啊，大乘佛教我们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啊。第一个，超越轮回啊，不脱离轮回，就是这两个啊。超越轮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啊，跟我们大家都是现在这样子，我自身都有自私心啊，很自私啊，有贪心，有嗔恨心，什么样都有啊。我跟普通人是一样的话，那我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子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那我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啊利益众生呢？啊，我是没有办法的。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了。这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要成佛啊，成了佛啊，我才能够做到，我才能够完成啊。我才能够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啊，才能够完成这个心愿。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度化一切众生啊，度化一切众生，让所有的人明白啊，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这个面目是什么啊，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啊，真相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摆脱啊，摆脱这个人类的啊，人世间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啊，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学佛的啊，最终的这个目的。我们每一个学大乘佛法的人都有这个使命啊，都这是使命，有这个使命，这是佛啊教给大家的使命啊，这叫做度化众生，这叫做菩提心。啊，今天我们就啊讲到这里了。娑那么的一坛者是八年冬里一别者能本事金戈那吉瓦龙者八这边左邻左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